上集的故事讲到 Sector Ray 是一种新能源，在二十世纪末这种新能源逐渐取代石油，而埃尼洛克斯这个行业的占有率达到90%以上，但雾中出现的地方也是埃尼洛克斯的产业。我预感今次一定是单惊世大新闻。唔该，我哋阿卡迪亚 TV 嘅采访队，有啲问题想请教下你嘅。想到了嘅就乖乖地听话。各位阿卡迪亚 TV 新闻嘅朋友，你哋系星轮合体啊，飞龙！小足变形。Great Kraken 的噩梦，就算你们一起上都不会有用啊，那要试过才知道，大家上啊。 Great Kraken 用不到，好机会啊，你快点进攻啊。等咗啲黑好耐啊！逆算法咧，唔通我仲未可以完全咁操控到呢个 Jet 啊 ？Miss 阿杰 ，Gravity Bomb， 咩嚟噶？发生咩事啊？咁有嘢？个 Dreadnoughts 咧？消失咗？究竟咩事啊？这个四眼仔他想做什么呀？出来啊，开神！我讲过的了，我会带领你们去三途村。看住啊，你哋眼前呢一部就系世上最巨型嘅 Drive Setter， 有只船浮咗上水面。地震咁嘅，情况唔妥啊！咩事啊？真系独家新闻啊！佢系 Great Kraken， 嗰只船都识变形。呢一只船都系 Drive Setter 嚟嘅。巨大吸水简直达到绝望程度啊！绝望呢个词语你又用得啱喎。好啦，俾你哋见识下恐惧。冰火不杀。仲未完啊！
好啦，都系时候要做个了结。完全冇办法喐到，你条咁嘅鱿鱼，今日照数对我部 con loader 一啲用都冇啊！哦，你呢部 con loader 系危急关头爆发嘅力量。等我嚟引开佢，你负责去救大家啦。冇问题，交俾我啦。速度比以前快咗咁多嘅，见到啦，我部 Library Hyperspec 嘅速度犀利啊咧。跟住仲有呢招。受到攻击，而家点算好啊？小心牙关。吓。今次真系大过独家啦！我嚟救你哋，全靠你啫！多谢你啊，阿聪。阿卡迪亚嘅，佢似 Dragon 系好劲啊！只不过。只要重新嘅 Library Hyperspec 使出 Final Burst 嘅话，就算你几劲都要投降啊！等一阵先啊！我讲得咁口响，睇埋呢样先啦。吓，睇下点样啊？系咪完全唔理佢哋嘅生死啊？爸爸，拘留系咪你啊 ？Library， 你系咪嚟救我哋噶？失望电光救我哋啊！吓，你做乜走嚟呢度啊？爸爸，系咁嘅，我哋嚟呢度做突击专访，但系唔小心跌咗落 Xenon 嘅圈套。求下你唔好用 Final Burst 啊！唔系就废啦！托马斯，你好卑鄙啊！你哋应该知道而家系咩情况噶啦，阿卡迪亚嘅各位朋友。点解爸爸佢哋会喺只鱿鱼入面噶？竟然用佢哋做人质，咁做真系好卑鄙啊！而家用唔到 Final Burst 啊！点做好啊？拘留。你问我点做好？只要冇说话做。我要你哋离开 Drive Center， 而家即刻！你话乜嘢话？咪讲笑啦！呢一度系命令嚟啊！你听定唔听啊？军区啊！只系靠 Drive Argus Scan Data， 好难掌握实际嘅情况啊！嗰部 Dreadnought 消失咗之后，又出现呢一部 Great Kraken。系啊，估唔到 Xenon 竟然可以成功研制出咁巨型嘅 Drive Center。唔通件衫佢哋而家被困喺里面做人质？情况就系咁啦，今次弊啦。点会咁噶？佢明明同我讲要做采访，所以会迟翻噶。总司令啊，好对唔住，呢一个系敌人嘅圈套。点算啊？拘留件衫。点啊点啊，有咗决定你啊！咁多位，请你哋离开你哋部 Drive Center。真是听话，跟住唔该你打开车门离开部车。托马斯，即刻放咗我爸爸！真系乖啊，系咁跟住轮到 Eros 啊。你因住你啊！Eros， 呢种情景真系令佢兴奋啊！最可惜就系冇揸乜人阿关嘅现场直击报道。跟住就轮到 Night G 啊！嚟，仲差少少。嚟啦，快啲捉住我只手啊！系，哎呀，哎呀，系。对唔住啊，拘留。我哋要快啲啦，阿关。哦，下面啊！你哋睇下，系采访机会啊！仲喺度讲乜嘢啊？呢部系控制室嘅电脑，如果可以入侵到呢部电脑嘅话，系啦，我读高中嗰阵系电脑部嘅成员嚟噶。唔好搞啦，我要尽快离开靶啦。要有基本力量啊！你两个跟我嚟。万一有咩事我都唔理噶，真系听话，阿卡迪亚被选中嘅驾驶员听住，你哋一直视佢为宝嘅 Trial Center， 而家已经变成我哋 Xenon 嘅战利品，仲讲咁多，
快啲放鬆我爸爸。係咁好啦。唔見咗啊！去曬邊啊？愛尼洛克斯同西人內肯定係大新聞啊！跟住就要 download 曬所有嘅資料啊！哦，呢份係即係實驗室嘅數據喎。係病例檔案、溫屍狀態。快啲啦！我驚會出事啊！哦，知道。download 完成啦。光監製，我哋走啦。但係我要破壞咗呢度先啊！光監製，副控制室嗰度出現咗問題，一定係佢哋。佢又聽唔聽到？我，爸爸，我哋冇事啊！破壞完之後就會諗辦法走啦。咁太好啦，大家要小心啲啊！拘留，跟住就交俾你哋啦。拘留，你哋人見識下 Lightbird Hyperspace 嘅真正實力。我都曾經係學生棒球部啊！唔係吧？啊！咩事啊？有啲唔妥啊！佢做乜嘢啊？睇下嗰邊，係爸爸。你好似垂滑梯咁垂落去啊！你講得啱啊，係咪個好主意咧？哎呀，啲水一定係好凍啊！爺，等我揸翻人先啦。啊！阿君，阿君，啊！啊！拘留記住基本力量啊！爸爸，你真係好有型啊！嚟啦，拉布，我哋都喐手。明明差一步就可以成功，真系可惜啊，托马斯。而家轮到我哋反击啦！系啊，各位准备好未啊？得啦！超速变形，大飞行！认输啦 ，Red Kraken， 等住接我呢一招 Final Burst 啦！好啦好啦，终于出到嚟啦，做得好啊，拘留！成身缩晒，真系好冻啊！佢哋个个简直系大英雄嚟啊！拘留先，太好啦，大家都可以平安无事咁逃出嚟啦！嚟啦 ，Final Burst！ 拘留，仲未用得啊！因为高旋力核心仲未储够三重能量啊！冇错，如果要使用 Final Burst 嘅话，一定要先储存足够嘅能量。吓，都系唔得，就算啲咁样嘅 Final Burst 成双一样噶。各位，你哋要同心合力，同 Lightbird 一齐将敌人打败。我哋应该利用基本力量啦。仲要斗？我本来仲谂住可以完好无缺咁样接收晒你哋嘅梅比斯引擎啊，而家唯有消灭你哋啊！Great Bunker Charge！ 靈音！靈音！你呢啲咁嘅幼魚，我唔會放過你噶！大家睇下 ，Lightbird 嘅高旋力核心出现异常反应。博士，高旋力核心嘅能量急速上升紧啊！嗯，高旋力核心能量 fully charge， 系而家必杀技 hyper final burst。
真系好犀利啊！赖伯嘅高旋力核心竟然对拘留嘅潜能同同伴之间嘅基本力量产生共鸣，发挥得咁好。总司令，冇错啊，博士，螺旋石板上边嘅预言又应验咗啦。嗰一道深红电光，而家已经化成咗一粒赤红流星啦。What？ 系基本力量啊！拘留，即刻出招打到佢出大气沉啦！滚雷天长斩，嗨炮嘅力量，呢一招就系 Libert Hyperspec 嘅 Final Burst。灵音，你冇事啊嘛？放心，我冇事啊。但系 Arrows 就啊，放开我啦！我一早就同你哋讲过，我会带你哋去三途村噶啦。拘留，再见啦，军拘留。我要你同 Libert Hyperspec 一齐葬身喺海底。绝望程度，拘留，唔系啩？哦，拘留啊！搞掂，共拘留已经被我消灭咗啦，我成功咗，哥特大人，好啊，做得好啊，托马斯，咁样未来就属于我哋啊，拘留。叫我啊！拘留，我又点会输俾呢只狗嘅鱿鱼啫？我及时除咗强化零件，甩咗身。如果唔系 High Pass 嘅话，我就冇命啦。真系啊，人哋好担心你啊。不过都有一瞬间觉得好绝望噶。绝望呢个词语，你今次用得啱啦，拘留。系基本力量救咗你啊，爸爸。爸爸，你因住冷亲啊！唔单止 Jack Locks， 连 Great Kraken 都唔系佢哋嘅对手，托马斯。哥特大人，好对唔住，我下次一定。唔使再讲，而家系唯有加快 Eraser 计划嘅步伐。可恶，你呢个军拘留。Dreadnoughts， 仲有 Great Kraken， Sen， 战力不断咁提升紧，只不过我哋就拘留。我做咩啊？哦，哇！达到绝望程度嘅飘船啊！希望唔系暴风雪就好啦。哇！白雪雪嘅，砌翻个雪人先。佢就系军师状态。吓、啊，外面落紧好大雪啊！听日会有好多嘢做噶，总司令。冇错，系啊，沙几，你讲得好啱。明天开始我们会很忙。